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萍姐。就在昨天，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生气的事情。本来我是想把账号名字从平克曼改成萍姐的，几个小时之后修改成功了，但是我发现视频却不给推荐了。大家来看最新的视频播放量连一万都不过，大家再来看一下以前的播放量啊，都是十几万，最少也是两三万。然后我就想是不是改了账号名字的原因，于是我就想赶紧把它改回来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不知道是粉丝还是什么人，竟然把我的账号名字给蹲了。我。 我的天哪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！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对我影响有多大啊！平时粉丝放学后都是靠搜我名字找到我的，这下好了，他们找不到了，所以我的播放量就会逐渐跌落，最后彻底凉凉。 我真的是非常的着急，我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的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游戏 ID 被蹲了，那没什么，但是视频账号名字被蹲了，你们知道多严重吗？我告诉大家一些做视频的秘密吧。我也是昨天晚上有大佬给我讲，我才知道的。其实每个账号都是有权重的，当你的账号名字被搜索的次数越多，平台就会意识到你的频道有被很多人需求，然后平台就会给你推荐。 然而，当你换了一个频道名字后，粉丝搜的还是你之前的名字，所以就不会搜你的新名字，然后你的权重就会逐渐下降，过不了一个月，自然就凉了。而占用了你的名字的那个人，如果他在他的频道发视频的话，就会轻而易举的做起来，因为粉丝一搜就会发现他的账号，相当于是被他捡了个大便宜。所以说我真的希望那个蹲了我名字的人可以把名字还给我，有什么话咱们都可以好好沟通，好吧？